么夸张。哎呀，有你辣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新品速递，好用的、难用的，该妈妈该爸爸。你们的冤枉钱，我替你们花。今天就先从彩妆开始。这个单品，我之前看到完。涂手臂的那一瞬间，我第一时间去找代购了，可能也是因为他的视频呢全网爆单，我买了一个多月都给忘了。先拿我手上这个纹身试一下，你头发感好重啊，挤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的那种泥巴感，哎，啊，脱泥了，果冻和泥巴和在一起那种感，肤色提亮还算自然，那你现在可以帮你试，不行。救命！我的衣服谢了，一股猪油感，看到吗？嗯，这明显感觉到它是发质，但是那种肤感很难受。总结一句，88、50克，能防晒，能提亮，又能防湿，但是肤感真的很差。我觉得平常去水上乐园啊，想要对身体的这个肤色有均匀效果需求的，可以用一下。但如果是日常你穿衣服，它肯定会有一点不成立。其实我们还买了一个6毫1的面部，那就不得了啊，鸟屎一样。这产品好牛啊，它有点像乳液混了一坨散粉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沙沙的，它有点发灰，有点发绿，这个肤色不好看，不夸张，谢了。然后就是这个工作室非要逼着我试，又没有我适合的粉底，他们呢吹得特别的深，做什么皮上脸都很好看，啥意思啊？现在大家都不宣传流动性，所以就做成这种质地吧。很不错，容错率很高，它不太需要手法，擦上去都 OK。干皮越夜越美丽，油皮时装到天明，这么夸张？是我们内部宣传的。有光泽的同时还原你自身一个很好的皮肤状态，这产品又很不错。你看我最近呢，又懒得护肤，也懒得清洁，我鼻子这里有很多一些粉刺，我昨天会更明显，但今天这个妆能接受，真的很好。昨天试了什么问题？可不敢胡说。小助理皮肤是一个很差的状态，虽然它不是那种很假面的遮瑕力，但是整体对比下。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，你看两边脸的光泽感都还原。我刚才在等他上妆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定妆，我发现他不会一个手指一个印，不会有一种黏啊和紧绷的感觉，不容易浮粉。Much much much later， 现在都已经到了晚上，因为我今天不停的在洗鼻涕，所以鼻子这两边就被我擦掉了。但整体这个妆真的挺让我惊艳的，就它没有掉哎。来，然后就是这个二次元人手一盘。因为它可以替换，真的是洗有一说一。像我这种黑皮了，就应该用深色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它的镜子平看会把你脸拉宽，竖着看你脸小。宽脸的时候去修，哎，修完之后长得哇瘦了。我觉得它容错率挺高的。就如果是新手，你不太会修容，你不用担心你夸张。刷子，刷子。你看是谁的刷子呀？是夏美的刷子。神经病吧你！如果你是 coser 或者是想要改变你的五官比较明显的，你就用这个深色；那如果是日常的话，就用这个浅色。这个浅色有点接近欧米伽的那个。对，它的高光是真的很不错。你看，你说这里有阴影，但打的没有。我终于理解他 coser 为什么那么喜欢，都不用担心卡粉。牛皮，好亮！你说脏话，好极了，服了。我说实话，这个珠光呢，它会有一点廉价感。看好配方哥，我为什么愿意花2分钱才能买到一个高光的？看这个，比好了吗？反正我要不很重。买这个粉好飞呀！粉飞不是粉的毛病，你的毛病。总结一下，就是这个高光是人手必买一个，我觉得它粉质真的让我惊艳到的，很细很细。虽然我没有做广告费，期待后面合作。今年 CT 的新品，其实我已经用过很久了，粉底更酷辣。你看我这种嘴本身就是纯纹身，我是必须要有用这种，然后有一种珠黑的饱满感。你看它的成分表里面就有小米椒，它可以辣你2个小时，就是有千只蚂蚁咬你的感觉。他们是抖呀？你还抖哎，莫塞。辣吗？有辣吗？滚！不会有人不喜欢这种亮面感，但是又想要封唇脸。那你可以买它，然后冲它一下，只是2个小时之后再涂个哑光。如果拿来涂法令，会不会垃圾？但的确无可否认，它的封唇效果很好。涂完之后，基本上你的唇纹啊、干瘪的唇部都开始饱满起来。其实这一类封唇蜜的品呢，在海外非常火，因为毕竟海外的人都会比较喜欢很性感的大嘴唇。总结一下，首先不要听到辣就觉得坏事，最终我们得到的效果是嘴巴很性感，然后唇纹会很浅。不好的就是它在国内只有2个颜色售卖，选择性会比较少。你们后面还有什么产品想要我去测的话，交给我，给我请我来出。